办公、野外作业、旅游等提供舒适的生活空间。房屋整体采用遥控自动开启，其结构均为热镀锌金属框架焊接制作而成。外墙板采用树脂蜂窝玻璃钢保温板，墙体内采用岩棉填充，提高了防锈及保温效果。雨棚和门前踏板在设计时采用了内藏式结构，使内部空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，同时提高了液压结构的隐蔽性和耐久性。内箱采用液压伸缩式结构，箱体顶部采用光伏发电为主，风力发电为辅，照明、电视、冰箱合计用电250瓦，可连续使用32小时。单供1.2匹变频空调可以连续工作8小时，在户外无室电的情况下，充分解决了日常生活用电。室内设有冷热水储水箱、太阳能平板集热系统、豪华淋浴卫生间、厨房、卧室、餐桌、节能变频空调等设施，使整个房屋各系统的操作更为方便快捷。目前，我们已申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。